透过十轮经的修学，希望能够帮助大众忏悔罪业。地藏经跟十轮经是相通的，但是不同之处就在转众生的业力方法上有所不同。十轮经是修止观的，地藏经只要照相、拜忏、念佛号就算是修行。止观呢，当然是加骨啊背，啊，唔过各位，啊，地藏菩萨。地藏经就讲得足清楚啊，是安怎就搁讲十轮经？所以各位，地藏经咱佛约束约理，简单的介绍介绍十三品，甲你讲这个地藏经内中诶种种因缘。对于脱离天宫开始，甲分心一回，众生的业缘，众生的业感，一直连续呢，连阎罗王品嘛，阎罗王教义嘛讲，啊，见到地神嘛甲起来讲。十轮经的续品讲到地藏菩萨，因为这部经主要是以地藏菩萨为说法为主，佛就借此因缘说地藏菩萨的功德，而地藏菩萨也赞叹佛的功德。这部经的因缘就是这样子引起的。十方新闻归文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。